黑暗中拔剑，只为敲响恶魔的丧钟。魔法就是艺术，而艺术就是秒杀。剑随心动，亲爱的勇士，滑动左侧摇杆进行角色移动。幻影之书已经显示了你的名字。黄金炎龙，那可是只在古卷中存在过的生物，怎么会突然就出现了？七八，魔物已经无法控制了，必须！什么声音？那边好像有人在求救。终于来援军了吗？走，去那边。感谢你的帮助，帝国军的朋友，我是警卫队的彭卡，请帮助我。队长他们还在前面。继承天使，没想到竟然是你帮助了我们。迪亚特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迪亚特，你来。魔兰，一米。就凭你？现在向我求饶，我会手下留情。